还记得他吗？他是沈玉琳交往9年的前女友，被嫌弃卸妆太丑而在节目上分手，最后还综艺鬼才之称的43岁台湾电视节目制作人沈玉琳终于告别单身，将比他小17岁且有一个7岁儿子的女友雅雅娶进门。婚礼场面十分热闹，不仅请来吴宗宪做主持，还呼朋唤友的拉来一帮艺人，让现场星光熠熠。而新郎官沈玉琳也没闲着，唱歌、蹬高跟鞋、转呼啦圈，让气氛火速升温。更富戏剧性的是，与沈玉琳相恋10年，不久前才分手的旧爱邹佩珍突然现身，直惹的嘉宾打趣沈玉琳：“你的人生比我的戏剧还精彩。”强大的明星阵容加搞怪的婚礼秀加狗血的剧情设置，让在场宾客好像看了一场综艺节目。综艺鬼才沈玉琳从制作人转战幕前，最引人争议的话题便是与交往9年的旧爱佩珍分手，一路以来闹得满城风雨。不但在节目中向观众宣布分手宣言，号称荒谬大事的他，毒舌批评更是不留余力。有一次，两人同时参加一个主题为卸妆单元的节目，沈玉琳面对面嫌弃佩珍卸妆后像鬼很吓人，但化妆后更像歌仔戏演员，让他提不起兴趣。佩珍在不知所措下，当众就哭了起来。沈玉琳在《黄金 B 段班》节目中痛骂佩珍的种种野蛮行径，还赤裸裸描述床子私事，这些不留情面的言论遭到观众抵制，不少投诉信甚至直呼沈玉琳下课。事后，邹佩珍难过地对媒体说：“交往这么久，我卸妆后是什么样？他难道不知道吗？把我骂成那样，我情何以堪？他自己常那样，帅吗？我又何曾嫌过他呢？”撕破了脸后，他们并没有好聚好散。沈玉琳在节目上出言更是强悍，说他皮肤好比石化癞蛤蟆，还说他脑袋都装大便，难怪和他这么多年都不爽，继而毫不留情畅谈过去相处的私事，连吵架时的恶言相向、闺房情事都搬上台面。一开始默不作声的佩珍，后来也忍不住喊话：“请你留点口德，让我以后能嫁人，不要再诽谤我了。”最残忍的是，今晚谁当家，当时邀沈玉琳上节目，让她当众向新女友雅雅下跪示爱，但没人知道制作单位还偷偷邀来佩珍，把她请到副控室，让她目睹全过程，并拍下她的表情，还将画面放在沈玉琳喜滋滋求婚的表情旁，喜悲两相对照。事后连沈玉琳都痛心地说，节目组不仅玩弄人性，更践踏人和人之间的信任。同居9年歹戏托棚1年，邹佩珍与沈玉琳结束9年恋情，因经济状况不佳，继续住在两人昔日同居的房子，沈玉琳则搬到旅馆去住。他一直以为与沈玉琳还有复合机会，所以才不肯搬家，而且暗批雅雅是第三者。早就发现他们暧昧的简讯，他澄清自己没有赖着，只不过与沈玉琳有金钱往来，等钱还清马上就走，还愤愤表示跟了他9年，搬家后一无所有，真的很不甘心。他说，或许这是上辈子欠他的吧。之后沈玉琳透过公司会计与佩珍清债，把5股房子给他卖了500多万，还清400万块，剩下100万现金回台中经营明星二手店。这桩爱情大悲剧整整闹了1年后，佩珍